吧。去哪儿？总导演谢迪回打造的全新亲子类综艺《想想办法吧》爸开播时间已经确定，将在7月26号，其每周四优酷独家上线。节目邀请了5组嘉宾，已经全部官宣，分别是李承铉和女儿 Lucky 李乐季，黄贯中和女儿 Debbie 黄莹，曹帅和儿子小九曹浩轩，洪天明和儿子 TJ 洪大人 JT 洪静熙，以及实习爸的陈飞宇和素人混血萌 JOHNVICTOR。 相对于爸爸去哪儿来说，想想办法吧爸爸最大的不同是节奏非常快，经历24天的紧张录制，上周四7月12号已经全面杀青，隔2周就和观众见面了，还是网播效率高，取景地点集中在北京、内蒙古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和泰国，最后一站泰国收官录制，妈妈飞过去探班，节目里或许可以看到一家人的合体了。按照官微的动态提示，24天的囧途生活费要靠这位爸爸打工来获取。网上流出的路透图中有黄贯中和李承铉一起卖冰淇淋，有李承铉带 Lucky 推着小推车卖花，还有黄贯中和 Debbie 在街头一同清唱经典歌曲，看点十足。 Lucky 目前成了网友关注度最高的星二代，凭借古灵精怪的模样发动可爱暴击，圈了一大波粉。Lucky 的参与无疑给节目增加了不少亮点，期待7月26号节目首播，不见不散。